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当啲人去听到真正神嘅话嘅话咧，神嘅神迹奇事随住所广传嘅话，咁所以变咗咧，就于是乎咧，啲带越送越多咧，就 feedback 翻嚟有几样嘢啦。就是咧，绝大部分嘅教会咧，喺开头嘅时候咧，就觉得冇可能嘅，你送底冇可能嘅，你冇可能送底免费送出去嘅，你维持唔到噶啦。好啦，但系后尾咧，佢唔系问你维唔维持到啊，然后开始讲咧，你可唔可以唔送底啊？咁啊，除非即系当时同阿子明啊第一手经历，竟然话我哋送，你一开头我哋做唔到啊，而家系俾你眼见啦，就系个神迹啦，而家就话叫我哋唔好送咯。咁、啊、当然后来发展到要烧带添啦，系咪？即系借啲机会，借啲耳吓，即系佢哋心知肚明啊！如果话讲双水系邪教，有冇搞错啊？系咪？即系你仲有冇良心啊？系咪？即系你而家睇到会好似呢个时代，而家我哋黑衣人呢一啲系正统，系啱，系咪？啊，啲牧师又走出去支持佢，你见唔见啊？即系你见唔见而家我所讲紧嗰个问题，利益就系最紧要，唔系话是与非噶啦，唔系对与错噶啦吓。即系如果嗰个对你有威胁、有生命危险，或者对你嘅荷包有影响嘅话，咁啊法利赛人都要钉死主耶稣。即系其实就系咁样啊。咁权威当然系第一手见证，哇！即系开头呢件事出现就喺复兴，咁跟住咧，哇！复兴嘅包德灵好多马仔出现啦，即系好多人同联群结队去攻击我哋啦。吓、啊，里边就包括咗一啲人咧，直成系咁、啊，直成就系、是、嗰啲所谓长老啊、基督徒啊，去唔同嘅学校呢，去喺佢哋嘅组会度啊演讲啊，就讲话呢食安有问题啊，去专去揀嗰啲基督教学校呢，佢哋因为好多系宗派自己开㗎嘛，咁所以就去嗰啲地方嚟去话食安异端啊，佢打一年唔好听啊，即系当时哇，我同阿全威諗啊，哇，我哋真系乜人会遇到咁样，我哋搞教会㗎咗，喂，我哋唔系搞恐怖分子喎，即系做乜搞到咁样啊，即系搞恐怖分子，你系警察嚟啊，而唔系你哋教会懒个正义咁去讲埋呢啲咁样嘅伤天害理嘅说话吓，你即系咁揞住良心去做。但系当因为事实上嗰个伤害力，我哋唔知道大到原来咁疯狂，因为点解咧？就因为咧，原来当听呢带嘅时候咧，啲顶姊妹就攞翻去俾啲牧师啦。但系咧，个牧师于是乎只得有两个方向嘅啫，一个就系 reject， 一个就系接受。但系发觉咧，接受亲嗰啲牧师咧就疯狂咯。即直成你会睇到呢，我就先至明白点解嗰啲教会呢咁怕啲平信徒听讲到。因为佢哋经历到神迹。咁因为佢哋越对圣经认识呢，就会经历最初阶嘅初信嘅神迹。好多都即刻执咗间教会，或者唔做间教会，直成栽咗嚟石安。咁样当然啦，佢哋有部分就忘记咗，就其实按住佢成长神所俾嘅标准越嚟越高。佢俾得起初听嘅标准，经历到呢啲神迹。但系问题佢唔能够喺成长过程当中咧，好似阿伯拉罕咁，你可以生到以撒，但你可唔可以献以撒成为燔祭咧？呢个系两个唔同嘅挑战嚟噶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如果阿伯拉罕 fail 咗第二个，佢都唔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噶。咁而家我讲紧嘅就系一样啦，就系、是、喺当时嚟讲，我慢慢见证嗰个嘅神话语启示生命改变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些教会咧唔做，就嚟栽咗我哋。咁当然有啲系放弃啦，但有啲系接受嘅。咁然后跟住咧就睇见咧，佢哋同埋佢哋嘅基督徒咧就改变啦。但系嘅改变唔系话咧继续好似之前嗰啲信仰可有可无，而系咧佢哋真真正正重生。咁我就知道咧点解会我哋嘅信息咧会咁。但系就系咁，咪就系证明神主动去 promote 我哋咯。唔系我自己所谓周围 advertise 自己啊 ，promote 自己啊，宣传自己啊。冇啊！直情我根本直接唔喺度，即系分享信息啫嘛。如果弟兄姊妹你系更加轻易接触得到啦，因为点解？因为我都提到就由开始教会之前嘅半年咧，已经我去分享嘅信息都录低佢嘅。咁而所有呢啲嘅带啊，所以由之前嘅未开始教会嘅时候讲嘅主耶稣基督名字啊，讲教会教义啊，跟住开始教会之后讲嘅加罪示范带啊，同埋所有呢啲嘅信息咧，会一并都录低。嗱，你自己，我相信当中好多听跟进大阿成一路跟翻呢啲行列听嘅，无论系圣灵啊、祷告啊，又或者甚至系天国比喻啊，一路去到加太书，你都听噶。你谂下，你无论点听，冇可能会导致啲牧师丧心病狂咁咧，发狂要毁灭我噶。
即系你无论点听都系噶。即系我直情都冇指门教性话佢哋，直情嘅嗰阵时喺嗰个时代同而家唔同，因为嗰阵时我都未肯定佢哋系错啊嘛。就系觉得哇，点我惹祸上身惹咁多祸嘅，我直情都冇话去抢佢哋个羊噶咯。就算佢哋猛攻击我，我直情提佢哋个名都唔提噶咯。哇！但系你听呢啲信息噶啦，你而家听嘅时候，你谂下我点解嗰啲会得罪咗佢哋嘅，系咪？你我相信你都觉得一头雾水。但系因为呢啲信息嘅影响力系佢哋未见过，佢哋从来未见过真正世上有恩高嘅呢种嘅存在，佢哋未见证过生命具被改变，基督徒应该有嘅重生嘅现象，佢哋未见过。佢哋有嘅只系死而又死嘅宗教，有吸住血咁样咧，仰望呢个死而又死嘅宗教咧，去喂养住佢哋。所以当佢见到人哋真系重生咧，佢哋直成惊啊！啊，听到啲信息就话：，我呢啲信息洗人脑。你谂下呢啲信息点洗人脑啊？佢哋知唔知咩叫洗脑噶？洗脑嗰啲就将一啲好无聊嘅宣告乱咁喺度嗌，唔停咁嗌，嗌到嗰人直成系完全个脑唔识得运转，将嗰样嘢永久性嘅烙印咗喺个脑当中，而慢慢 bypass 咗佢嘅是与非啊嘛。我直成系讲个道理啫，我直成教人听圣经啫，睇真理啫。咁我相信你，当你后期即系如果你咁听，再听埋呢个事迹咧，你就明白点解权威咧俾佢哋先知先觉。权威嚟嘅第一年咧，就已经谂住咧会唔会我系敌基督就咁解，明啊？所以佢哋当然唔使谂啦，系咪？呢个直情而家唔系话睇到我对神嘅话语启示啊，直睇到关于神嘅话语对人嘅影响啊。所以唔系敌基督，你都要系敌基督啦。而家因为你抢我饭碗啊嘛，打烂我认为嘅金饭碗啊嘛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：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愿持着真理，为神而兴起，化作世风波为转机，言行而不虚避，愿我主真善美，要立志分享我上帝真理，来传扬上帝，要述说真理，踊跃为主兴起，挪开这世间去荒坏你，来传扬上帝，盼成为亮光，光显示神真理，心好好让主的天国于世上再显公允，光照千里。